啊，您可以在我的部落格这边哈，您直接用关键字图库这样找一下。那我的部落格，您就直接用素文老师，好就可以找到。好，在上面这边您直接用搜寻图库。那这里呢，您可以找到有几个部分哈，一个呢就是单纯的，就是只有图库而已，啊，就是一般的。那你往下走也有影片的，有没有？也有影片的这个素材。再往下走会看到有没有懒得去背或不会的。其实你可以找这个 PNG 的图库，啊，或 SVG 的图库。那么像这里呢，就是直接的，人家都帮你去背好的，直接去背好的。那你往下走，像在这边，这里还在下载中。像这个，它就是有，那这个是有一点点浮水印，就是你看到那个斜线，有没有？有一点浮水印，可是是去背好的。那它比较特殊是。它这个都是 3D 模型，那你可以自己转到你要角度之后再下载，而不是那种固定的哦，不是固定的。那再来像这里，这个也还不错哦，比如说这个 Stick PNG，好，你就把你的关键字打进去就 OK 了，或者你要从下面找，找看看有没有你要的，哦，比如说你想要找这个，看哪一个比较可爱的，点进去。直接在这里有 download 有没有？但是不要看错哦，这一种的叫广告嘛。虽然它也叫 download 哈，所以不要找错人，按一下。好，他问你要不要 email，你不理他，他也会下载。这样了解，他不会问你的名字啦，这样比较好嘛哈，你也不用说我还要注册干嘛的。好，那这样我这个就下载好了，你看我就可以拿来我 OBS 里面用哦，我就可以从这边加进来。加图片，好，加图片。当然，如果偷懒的方法，偷懒的方法不是这一种，是这样子。既然我已经知道你在这里了，我就拉过来，这样有没有比较快？这样有没有一只就好了？有去背跟没去背真的有差嘛？对不对？好，所以你找对，这样我们拿进来就比较 OK。